接下来故事将进入高潮，一封信让洞皇崩溃。其实我早就喜欢你，如果我跟你一样年轻，那会有多幸福。你在干什么？一场意外将改变一切。跟他约见面，是约我在公车上的意思吗？皮卡德在公车上放了一个炸弹，撤离撤离！我现在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一串密码。艾瑞是否能阻止悲剧的发生？快点给我啊！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台湾篇，周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Toggle 免费优先观看。